那些能长久自律的人都遵循了这四个自律法则。如果你也想自律，但是又怕自律带来的痛苦，这条视频一定要看完。第一，要选择自己热爱的事儿。如果你喜欢读书，就不会觉得说早起读书很苦；喜欢运动，就不会觉得说早起锻炼很苦。自律要建立在热爱的基础上。一个好的自律状态，一定不是强迫自己去接受不适合的方式，而是在自律当中感知快乐。第二件事儿，从源头上切断诱惑你的事儿。意志力是一种消耗品，如果你指望自己的意志力抵抗诱惑，早晚会抵抗不住的。对于诱惑呢，我认为应该从源头上把它切断。切断一次会比抵制无数次容易得多。比如说一看书你就想玩手机，那么就在看书之前把手机给关掉就行了，或者放在一个你随手拿不到的地方。第三件事，细分我们的目标。如果你想要读书，就要定好读什么样方向的书，读几页书，几点开始读书。如果说要早起读书，那么晚上应该几点休息，然后再根据自己适当的情况调整我们的计划。第四点，不要急于求成。绝大多数情况之下，你的收获和时间是成正比的。你期待的改变越大，需要花费的时间自然越多。自律给你的惊喜变化都藏在经年累月的坚持当中。你要坚信，只要每天坚持进步一点点，终会成为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。